为外派族首选，三新闻领先及格，台北创报道。再来看看小提琴家安德烈瑞欧即将要登台演出。拉小提琴的这位，他是欧美知名的小提琴手和作曲家安德烈瑞欧，擅长编曲，把古典乐推广给各界。他在四月将登台带来圆舞曲集。这个氛围跟一般我们在听的古典音乐，在音乐厅里面，就是很近的去听，那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，它是比较温暖的，然后也可以让跟家里一起在共享这一块的音乐的欢乐。安德烈瑞欧率领石头老斯管弦乐团以及演唱家、独奏家，加上全市舞台设备的八个大货柜原装来台，吸引企业注意来赞助响应。听他的音乐，我觉得你不止非常高兴，你也有时候也可以站起来跟他一起跳舞，跟你的怕能一起跳舞。安德烈瑞欧演出方式将会像这样，以音乐引导现场民众跳舞。四月登场的圆舞曲之夜，主办单位也会把现场位置减少，好多留点空间让民众起舞。三秀在毛巾台北报道。买 Panasonic 空调。